奥亚巴浴室佟丽娅的生日，陈思诚在微博晒出佟丽娅的背影照，为她庆生，配文：朵朵妈生日快乐，率性从容，恣意灿烂。不少网友看后纷纷炸了锅，直呼啥情况？两人这是要复合吗？我比较了解。值得一提的是，陈思诚称呼对方是朵朵妈，看得出他还是很有分寸的。通过陈思诚的发文可以看出两个重点：一、用心。如果是普通的朋友，一般人估计不会那么用心，专程在零点送上祝福。而陈思诚却不太一样，虽然跟佟丽娅已经离婚了，但是却依旧跟当初一样用心卡点，在零点准时送上祝福，足见在陈思诚的心里，佟丽娅依旧是个很重要的人。二、欣赏。陈思诚晒出了一张佟丽娅的背影照片中的佟丽娅在聚光灯的照耀下看起来闪闪发光。陈思诚说，希望佟丽娅率性从容，恣意灿烂，言语之间满是欣赏。如果当初陈思诚能更加珍惜。